趁这一卡波接近，为着要感谢各军的辛苦，嘉义市长吴明辉是率领着嘉义市各界团体，前往空军四五五连队来乐观，同时地增加财金和嘉义地区五的各军单位。因为四五五连队的前身单位是由空军各级航将军所创立，嘉义市长吴明辉嘛希望会当安排各行各业的学生囡仔来参访着四五五连队，了解各行各业后面的由来。来到四五五连队，市长免费爬上着救护直升机，听取着四五五连队大队长范大伟的解说，参访空军最上基地的心情是真兴奋，真的很感动，国军好棒哦，空军好棒哦，四五五连队好棒哦。主要就是趁着脚步接近，加上希望咱是得了解各国军单位的历史和现有的状况，嘉义市政府改变以往分路线落军的方式，这个特别召集着嘉义地区五个国军单位，包括着空军四五五连队、嘉义后备指挥部、陆军南部七科中心、嘉义宪兵队和陆军第五七旅。统一在四五五连队落军，并递赠加菜慰问金。在民众有苦难的地方，总是国军在第一时间，我们海鸥部队的出勤，甚至呢，我们有水灾、有特殊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所有国军大家的支援，让我们觉得很感动。我们国军也感受到各界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慰助，更加深我们日后会在我们的这个战训本务上面坚守我们的岗位。当时空军四五五连队的前身是第四大队，当时高志航烈士率领着战机打掉日本六台的战机，后来经由空军战神的美名，而志航国小的校名就纪念着高志航的由来。让我们的历史渊源这一个学校的名字，那我讲有更多的帮助，这是教育的扎根，也从中这里也可以教育我们，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对于这一块土地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的关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题材。你陆军单位除了有市政府，包括着嘉义市工业会、嘉义市商业会、青溪妇联会、嘉义市妇联会、嘉义市西子会、嘉义市国际工商经营研究社、国际同济会、嘉义市青年创业协会、市政顾问、嘉义市民众服务社和嘉义县市的军人服务站等各界代表，场面是盛大空前。除了地震破手的之外，真侪单位也写下关心的卡片，传达国军守护家园的感谢之意。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新闻客杨红最上香，彩虹报道。